镇再度成为大赢家，而新蒙则是继续蒙受重挫。行动能力市长林冠英昨天在出席活动的时候，他就毫不客气地把待选的矛头指向了公正党主席安华。林冠英认为，这是因为安华太执着，坚持要用自家蓝眼党徽上阵，没有顾及到新蒙的利益。结果呢，非但没有加分，反而还扣分了。他就公开批评安华的这种做法